六个向下的一柳心，然后是一个抛单棒的双棒地字接，抛单棒的地字接，这都是有难度加分。您现在看到的是中国小将李红阳，这位姑娘还是非常有特点的，代操是她最擅长的一个项目，她曾经在全国的冠军赛上拿到过单项的冠军。他的结束动作是一个双滚地字腿压带，这个完成还是比较好。